胸怀所尊之地，竟是这般寒冷。原来如此，是将红元素阳气与阳气进入伊胸怀顶之上，保存胸怀，同时也防止了胸怀失控影响，会作古人对会有独到之风。但即便如此，胸怀却也如玉至此。一名少年早已经在此为了喜酒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恶汉中我拜会？阁下想必便是西会娘娘。在下退出仙子大木玉，乃受涅槃先生引荐，欲求见永恩慧母而来。哦，是涅槃先生亲自前来。是。母起来，只希望令众人不必知会。谭先生不忘千里之来，母定不胜感激。如有一切，自是无妨。但惠母身体欠安，惠民一切，请以惠母贵体为重。母明白，但母欲绝未惊扰母烦，那就随我来吧。惠母，涅槃先生的朋友，但没有先生前来求见。他就是。在下退出仙子但没有见过惠母。小女言不信，这是东西用因惠母，这先生使我无法起心相应。无妨。为母气气了，先生也是为了救出不必智慧而来吗？正是，也是为做慧恩众人幸慧而来。先生方才见到我，不受一丝的意外，只加以永远恢复，竟是这般怜惜吗？可是如此，为母请勿见怪。涅槃先生离乡的水平，我希望能以亲眼亲耳了解惠恩人生，并未请涅槃先生水平。原来如此，那便将小女解释吧。有劳惠母了。惠母天生便有温玉圣惠之灵，被惠作至今是为至高的存在。以圣慧之水被称为不灭智慧，就是因圣母每一家子，佮会进入一会轮回，自尽之亡，日后重生。却是我一传说中之不死鸟。而在重生之后，恢复将如转世为人，失去一切记忆，行动幼稚。由社会一族拥有圣人，我杨无心便是这一世恢复。以我做到真实，是同一人，也非同一人。我的职责便是重新运用圣会，救济佛寺，使圣会不变。心机智慧，不仅生意心机。用先生水平是为了各地先生，其实不必智慧并非进入疾病定永远不必，世上本就无不必智慧之称，也不该有不必智慧。惠母付出此言，敢问先生对惠有多少了解？了缘之气，救世之心，文明之源，生命之主。十分精辟的见解，谭先生说中了重点。会，那是燎原而起，但世人却总是只见会之胜利，却不见大会之下牺牲品，又不生叹祖国之魂心。会，也只不过
只是无缥缈之本。回母的意思是，动力、生活之所以灵不灭，回母之所以灵不断轮回，所依靠正是不断以人为心，分受人的性命，以延续自身的慧识。哦，所谓的不必智慧，不过是不断吞噬人民的恶慧，这般恶慧，先生认为，真要让它继续不变吗？是吗？